所有的主祭人啊，似乎都真感恩。这种爱的能量，就是人人一滴水，啊，一滴水，一滴水啦，滴滴水呢，那落在一个所在，那就是迄个光。所以讲，这么多人的滴滴点点水啦，汇合起来，那这一片的这个福田，真正是吼真大。一念心看去，那咱这念心的一滴水，滴滴一念心啦，一念心的无量滴水啦，那汇合起来，看看讲天下。现在的人间啦，看到讲吼，国际真侪的灾情，国际间的真侪贫穷苦难啦，国看到做这是人间啦，会当及时去付出大爱台呢。从全球慈济人所做的，都会天天报道出来，会一直感觉讲感恩，有价值。一世人有价值，最近啊，一直去想着有价值，因为我家己呢，两三年定那讲吼，莫忘那一年。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件事。所以两三年、逐年，拢在讲哦，唔通袂记哩哦，唔通袂记哩，是要爱人人吼，这份情，主祭人主祭情啊，咱爱会记哩讲，各有情。菩萨的名叫做觉幽情，他觉悟啦，觉悟人间的苦难，他因为觉悟，他愿意舍付出，无所求，所以伊是生生世世，这叫做菩萨。常常拿咧讲佛法。那讲到啊，这个菩萨的过去生，哦，迄、那个过去生吼、哦，是用劫来算的，劫，几劫前，无量劫前，无量劫前呢，就是唔知偌长偌久的偌久啦，迄、那个时就开始呢发心，啊，为什么发心？就是。看到苦，所以呢，悲心悲众生苦，悲众生苦，所以伊发心愿意付出，这叫做感恩。所以讲吼，有时阵啊，看大家人啊，未记得了讲吼。人间苦啦，敢那想着要享乐吼，我会真惊，会烦恼啦。哎呀，众生还在迷中，还搁伫咧迷啦，还搁唔知影无常伫倒位啦，无觉悟，敢那一直呢，不断为着盈利、盈利啦，这种。家己的财产较侪，要搁较侪咧，厝一间一间拥有，那土地一块一块买，也要拥有。到底呢，咱要住伫倒，要睏偌大顶的床，要大的空间要偌大，这吼。到底会当真正用到偌大？各位，菩萨都
靠两支脚行，这两支脚一定要行出去。所以咱都爱好好把握时间，有启动，它一路呢都有进步。两支脚定在伫遮，无启动，哪怕一条大路啦，空中的大路，那就是呢，幸福人间啦。那咱敢那徛伫遐，人间啦，嘛无接到你的福，要你无去造福，你嘛无法度好幸福啦。所以，我家己啦，那就是你。我家己的我，家己呢，就是你呐，家己无去做吼，那你人生呢会太孤单。我就是有去做吼，所以我有福缘，我会当吼得到遮多好弟子，我会当讲的话，会得到大家人愿意听，师父安尼叫一个，大家人愿意去做。我甲恁讲。嘛是师父的福啦，才有法度呢。那呢，呼吁一个大家人，人人做福，所以人人做福，我帮恁的福，恁互相帮大家人的福，这个人帮人福啦，安尼呢，才是有法度叫做大福啦。哪怕呢，抹手皮啦，小小的胆。伊安尼吼，看看笑，看看笑。本来啦是要买厝，但是呢，伊就讲，师父面对遮多的苦难人，是要救国际呢。偌济人无家可归，偌济人枵着腹肚，所以年纪嘛遮多啊，总是呢。做会到的福就是做，这种事呢，人生啊，有意义的代志，总是做，有责任，尽责任，对家庭的责任，也已经做好家己的责任啦。囡仔拢大汉啦，个人有事业，也我也阁有身体，我也阁有健康。我也阁有法度做代志啊！我只嘛现在健康，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造福人群，予人人有厝好住，予人人有饭好食。所以家己的囝会饱有厝好住，伊嘛希望讲哦，天下拢是伊的囝，伊有偌多，伊积积积积咧，啊，都紧摕来予师父啊。这叫做价值，所以盘点生命的价值，它就是真正。那要甲算伊的生命的价值，在中大家人好好算，这拢三四十年啊啦，那要好好算，真正有也好算，那。要算来算来无量吼，实在是无量啊！真的感恩啊，积台菩萨爱多用心啊，就是盘点生命。我做偌济好事啊，我犯偌济诶无好诶代志，贪心偌济，是吧？这个烦恼贪，迄个痴啦，痴到底有偌多？贪嗔痴啊，为人间一直贪嘛，贪为己有吼，那累积落来呢，真的实在是真多。未来生、未来世，过去的吼，伫这世人已经享受啦。那到底未来呢？是福也是恶吼，所以咱起码都要好好啦，来自我盘点，这应该
就是叫做反省，反省啦，反省也忏悔，啊，忏悔就是停止哦，安尼呢就会当清净吼。呀，要做啥呢？为善，造福，造福呢，唔是要做来度啦，是做来顿吼。那即世人有福，咱就是为后世啦，好好的累积吼。最重要就是要结好人缘，结好人缘，将来恁要讲话，才会人人爱听，吼，这些，一世人都爱做啊。